说什么呢？入围赛赢了呀，总决赛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？其实这个赛季我们挺不容易的，春季赛保级，总决赛冠军，小说人生，很完美啊。胖爷的下路拴条狗都能赢，更何况我们拴的不是中华田园犬，是犬神。在韩国遥遥相望也就算了，非要来到 OPL 给我怼，不怼没有道理，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안녕하세요이군혁입니다大家好，我是李俊亨，一直以来都不停地被别人反复提问，世界第一 AD 究竟是你还是 Cheeseman， 这样的问题太让人感到困扰和厌倦了，应该给大家一个看得清楚的机会才对，在他的地盘打败他才有趣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在捧起奖杯的时候还能配上你悔恨的泪水，使用吧。哼，他是这么说的吗？谁是世界第一 AD 这种问题有什么好值得困扰的？问我八百遍也是一个答案。我，이새끼야。说点什么好呢？这女人终究还是太嚣张了，我给她一点颜色瞧瞧，让她明白。电子竞技终究是男子汉的世界。他敢这么说，那我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了。艾佳确实是一个优秀的猥琐发育等打团选手，希望他不要怂塔下，正面刚，让他知道什么叫男子汉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。我的野区是我的，他的野区也是我的。真的是这么说的吗？不可以。不给我跟他单挑，让他别带家属就行。带什么家属？谁都知道 ZGDX 上路是双人路，听说偶尔打野不去，这个上单还会发脾气搞冷战，幼稚。想死了是吧？谁跟你说老 K 不来我得搞冷战发脾气了？再这么造谣我要给你据理力士寒。